加了很多很多的那个，就喝下去那个感觉就是很温暖。我们这个是要快，要好吃，要准。第一次看过这样大力的 burger 罢了。你的 比我的手臂还长还粗啊！同样一个 burger， 竟然可以带给你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集中的感觉在里面。每逢星期天傍晚6:30，货架开摊喽！